хочу все поменять. Не так, как сейчас вообще все. 26岁的伊凡娜与5个小孩生活在俄罗斯北极区的洞穴上。她与其他涅涅茨族人一样，在洞穴上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。她的丈夫不愿待在家乡，却一事无成，整天打架喝酒。伊凡娜决定举家迁往城市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伊凡娜意识到酒鬼老公及文明的都市生活并非她所期望的，但一切都没有退路。为了争取她跟孩子们的未来，她将命运紧紧地握在手上。周四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来自北极圈的伊凡娜就在公共电视。